我拄则讲个，你若无险，后壁讲啊三讲个问题，你有无少讲？可能你听到袂变空空，我无认真听，我无认真空空。啊，所以一日一步一步，咱来分析，啊，你着听好啦吼。消防盖呢，就是把伊个意义讲出来，来即个讲天理，啊，天理是讲啥物件？当然，金刚经内底当中呢，围绕着两个问题啦吼，啊，围绕着，就是讲初步化反回来，是属于互作而作。你伫这个当中，你的真心较安全，你的妄想心较合乎好势，这是咧讲讲这物件，哦。因为你要应主嘛，你要想要持心嘛，到时安尼，伊地位就讲这物件。这是我第一讲的哦。唔过呢，我因为你金刚经内底，伊讲要食饭内底当中出入动物去化缘，啊，这个是咩道理？你莫看是无道理呢。这讲到下骨就改变为三个道理呢。你听无？逆时不失时。用以持法，适时的做袂少，爱接受。你暗少伊时间少，啊叫做无，啊叫做无分界哦。穿你那衫，嘛袂使无分界哦。不是用以持法，迄个挂衫衣挂，袂使无少咧挂条哦，爱改哦。入少伊代上去湿，有医生表示会从飞机来哦，触地起立哦，袂使袂撞哦，拢爱飞机哦，这是毋是概论？哦，有医生用出地去，你翻滚出去，啊！你若转来到，转来到了，跟着笑一下。凡是计，讲一百，四十米，哎，卡在四十米。啊，然啊，这叫做改变掉。啊，改完啊，负责而做，这是起点。改变，啊，然呢，发挥。哦，这叫做潜力，叫做三合改变。佛陀讲经，讲四十八年，无离开戒定慧，无离开戒定慧。所以你这段话完全，你要讲到第三分内，当中戒定慧无讲入去，后壁迄个物件，离言不止，啊，离言真，这物件都无讲入，这物件走袂出。所以后壁咱一个，咱来讲，咱就来，因为最主要就是安住真心嘛，最主要是要含好妄想心嘛。所以在这当中，第一个千里来讲的，就是咧讲我去敬宗啊，敬宗就是金刚经的时候叫做大乘敬宗嘛，哦，啊大乘敬宗分就是讲发这个地位嘛，感谢咧一切众生之类嘛，若观心、若开心、若失心、若化心、若有心、若无心、若有心、无心、若无心、无心嘛，我该究竟不用凡尘的多智，如是故的无所无所无变众生，是无众生可别多，这是。今日你有做这个正确，你安住你这心安住好势个，你含住你这心控制好势个。咱先讲，其实咱今日爱对对对干，所以呢，因为伊就是咧，你正宗本来咧就是咧先文化界、甲观念化界、甲思想化界，被人华强讲思想波罗，思想化界、甲观念化界，就是咧讲迄个主，就是讲迄个本性。文言法界就讲对自性法界所讲出来了后，甲记忆无异，叫做文言法界，迄叫做文言地位，叫做观照地位，叫做实相地位。甲你讲，啊，这个道理就甲你讲，这物件，世界修炼，你佛陀讲经上到里内底，戒定慧三宝宝，也就是三因戒定慧，目的是使咱得对地位，对地位将何来呢？人人。问题为什么？咱我从面前呢，因为咱学烦恼，咱让咱的习性学覆盖，所以呢，咱的定义开不出来。所以开，咱我从定义开出来，咱啊照着性灵根基来甲咱开咱的定义。啊，要开定义前，必须干呐？对感情根发挥哦，这个道理。所以第一就是讲咱气概，第二个叫做气定，第三叫做这两个。开地为安就对啦吼，我拄则讲诶，即部经典诶第一份内底当中，伊一定来讲改变文明内底。你甲看是看是看，迄个讲改变，比如讲，咱咧讲即个物件，讲来很了解，哦，上来看者，
这种概念，好，这是叫伊，这种介绍不起来，唔适合介绍，这种介绍不规矩来，不规矩相当错别去，反正分错，反正是畸形，这种介绍不起来，这种叫乞丐的物件。好，先注意，或者负责人是这个企业，这个互助合作，这个互助合作，这个叫做企业，企业来的发挥，那个地位发挥的不容易啊。哦，这个点这比较想点嘛，因为你这当中你这，如是讲我一直不在笑一声，地球活动头前那么刺激，里面那刺激，还只那么比起那个刺激，那点那么，那个时阵啊，咱想讲好解，各种高雄内底当中，十五户两百五十台，分成几百台，好嘛，这点解，点点。平常时咧，感觉叫解决。咱人啊，无解决，咱袂乱的。所以，一切物件是拢咧人工解决，包括别人解决，到这个当中解决来发表来生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些咱一定要先去了解，你慢慢去问。虽然讲咱拄只话咧来讲，消无解决，但是伊在咧较容易处理来讲，三方解决会用来变好。那你现在对当中咧，你后边？这段就是咱华东人咱做革命的三八概念的，好，哦，而且咱叫咩？逆行现身实行，拢是咧不改，负责任的大家都叫修建啦，吼，若不改，免得修建，地位缺乏会出来，哦，做起来，安住真心，下个无良心，你就无做安住真心，你就无相信，你爱教训人富贵，你这心安住好势。工作也好势，金黄金，伊全部烦恼两个问题，诶，我拄先讲，平衡运作，伊个相互持续。所以呢，你这个在当中呢，到你迄个个，哦，咱我拄先讲，到我情绪啊，在当中啦，吼，即部分来在当中，也讲我空，我空，空也要空啦，吼，这三空的道序，吼。下面苏摩地，请问释迦牟尼佛来解答，问什么呢？哦。诶，这个改，我这个用改安尼讲，但是这是革命。这个改，比这个靠上叫做斯，比印度文叫做斯波罗蜜。啊，这个斯波罗蜜的东西怎么样？叫做清净无染的意思。哦，清净是指心靠以三业清净，心不可则恶业，靠不妄言，亦无意。无有瑕疵，完全是正书正相。这三业清净，一切错误统统没有。这叫做改，改过了，爱改不了。你看，恁今日改到你改，哪会对改过来用啊？改过来用呢？啊，有你个同学，社会人，无改就无规矩嘛。规矩就是讲改呢，所以无规矩会乱变。哦，所以道德就叫做你十五条不规啦、十大愿啦，无哦，遵守中道啦，听书条件，这都来讲改的物件。哦，啊，你有修，有修改，有修规矩，你行着就好势；无修改，无修规矩，你行着就好势。我来讲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咱去到观音山的考试，是不是拢跟你讲规矩？这样讲规则嘛？哦。啊！你照讲规则，人家答唔对，伊让你欠了这条的。啊，即使这条你欠着，你到红灯你唔甲停，你甲弄误会，出问题的。一些方法并出问题啊！你讲欠了这条就出问题啊！你讲我情况变好，你有修改没出问题啊？啊，你听无？我的情况，我就欠着这条啊！欠这条不代表你有修养呢，欠这条不代表你会照有照规矩行呢。哎，听我话意思，做这个改，就是咱一个规矩。啊，修到那个规矩，修会成咩？修到那个规矩，修会成咩？咱想听我的讲，大和尚脾气大，啊，大法师架势大，你修到修到变脾气大了，那大和尚呢？哦，这才修啊！大法师讲一块道理尔，好唔？气势偌大呢？还有信用，还有改用。现在你甲讲，连连过头拢唔知影。你今日讲白龙江的，
一是事实，咱不是要批评啦。真正修行，就是对内心人比较讲，就是讲你离迄个是这就是四波罗蜜，离你内心世界里底当中叫做清净可量，里面有傲慢，里面有自我，你很规矩。哦，所以呢，妄语这个善业清净，善业清净，把这个就变成十恶业都清净，就变成十善业。所以叫做改。第二呢，改不改变？因就是讲，你迄个改变，你定得稍微。